先从字。小雨生日快乐！快乐！天哪！Hello！真是回天呐、啊！天哪！不要庆祝了，不要庆祝了，不要庆祝了！我没说谢啦！听到是天呐、啊！我明明就说谢啦！我不要天哪、啊！怎么这么棒？天哪、啊！大家太棒了吧！天哪、啊！可以了，不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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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太多了是不是，效果太多了，听起来是啊，天哪、啊！为什么要祝我生日快乐？哎，天哪、啊！啊、天哪！哎呀，天哪！又老了一岁啊！哦，天哪！哦，这真的又老了哦，老了！天哪！哦，老了！哎，天哪！8.6啊！天哪！Happy birthday 啊！哈哈哈！嘿嘿嘿！还好啦，我都没有说，他们都说我是16岁生日，好爽啊！啊！就是我已经过了这第5个、第6个16岁生日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秒哈吗？我们该走了，该走了，该离开了。算了，因为你是取消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见面战，好呀！庆祝小雨生日，所以要等一下都要砍他。不会是？不要的。可以开同队吗？同队。喂，对，你最棒了。我们有做一些新的更新，哎呦，布朗有稍微改了一下下。布朗，对，不是，他是我的头。哎呀，布朗的无敌他改成了，你们看那个职业那边介绍。好，布朗详细介绍，要改成给予自己10秒的血量加成，那就是会直接把你血量补满，来给你多10颗星，也就是你下面除了红色那一排，还多了一排黄色的。嗯，好，这样子，但是你要带龙手才可以释放，哦，而且附近十个，那是友军会缓速，对，附近10个是给自己缓速啊，不是给友军缓速啊，哦、而且但就是他现在那个技能，附近有队友也可以用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就可以一起冲，然后他就自己补血，咖喱，这样感觉很特别啊，了解，嗯，哦。那你的守护者 啊，守护者的话，微调的、其实也没有调什么，对，就是他现在变得改成说一定要在核心附近才能释放啊，就他使用技能自己也要在核心附近，你不能离开，对，啊，有侦测到敌人的话就有力量效果，好像蛮合理的哦。其实他，哦，对对，要侦测到敌人才可以有效果，对对对，哦，嗯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没问题。一堆小雨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那我们就来喽。好，随机分队，随H 三，还真的一起。哎呀，不要打我了，不要打我。这关怎么开啊？啊，你看我这个吗？哎，有好像有哎，同阵营上啊，这个嘛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卢米，你的蜜蜂屁股有毛哎，你的蜜蜂有屁股吗？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对，屁股有毛哎，叫你不要动，你屁股毛，你低头，你低头，你低头，我低头，对，怎么漏了一根蜜蜂？哇，我最特别了，真的吧？好多根，好了好了，不会有同队伤害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但是这场会不会有所特别，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哎呀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小雨，这跟我们无关哦。哎呀，听起来就是有害怕，这对小雨有帮助，也有坏处啊。我们就等一下看看啊。好，来绿队下喽。嗯，我哪一队？哎，是好久不见的样样。用糖的也可以准备。准备的。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想要观众场就去回答问题。好，我看看。说出今天是不是我生日？来哦来哦，选职业哦。
我要选什么？不要守家，你外出啦！我不想出，你外出啦！今天这个场适合你外出，真的啦！该出门，外出啦！他们全矿工，对面太多矿工了吧？全矿工太多了吧？他们只是想发光吧？用金钱碾爆我们！看看哦、看一下啊、哦，看真的全矿了，都看起来是全矿了，这是全矿工。那我们不要矿啊、欸欸，对啊，那我们不要矿啊，干嘛尬啊？是全矿工厉害还是有我没有啊？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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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鸡鸡在骗在骗，骗人，骗子在骗。那我玩看看孤狼，刚刚就直接点下去，确定。不让你们换，没有没有没有要问说啊，你们好了吗？哦、没有、哦，直接开始哦。哎、欸，我们好了哦，直接开始。他们好了就开始了哦。哦我觉得好拥挤哦、欸。他们点回去了啦，又点回去。这干嘛？两个比看谁抢到？到底是要几个矿工？哦、oh, ，OK。然后我们有贵族吗？没有吧？没有没有，好，我换贵族。好，然后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些，早起，骑马的小雨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离我远一点，我觉得很挤，不舒服，缓速，缓速，我骑马。哦，缓，哎，缓速，哎，小雨算一下，你会走那个、啊、这个啊？不要冲了，没有同志，还可以打马，打死了，哇，他死掉了，没有同队伤害，就打马，原来是这种同队伤害呀，我的妈、啊！他生气在踩我们书柜啦！我要把人送给对面。刚刚是我的手不听使唤，这是孤狼的特色。打他手。对。他看到马会不由自主被吸引过去。对。来乱回。你是猫咪吗？看到兔子就把咬死就。可是他我现在没有那个缓速哎。你现在没有缓速？刚刚在上面的时候有。看到有虫子，人太多了吧？我看着你啊，嘿、欸，啊，那可能没弄到啊，没关系啦。那我用看我技能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呀，有吗？欸、没有哎、欸，力量抗性，你漏的，无敌耶、欸，我是无敌耶、欸，还是无敌？哎、欸，对啊好好，而且我不会力量抗性，然后用这个力量跟抗性。然后结束之后我还不会死，好爽哦！太强了，完了，好爽哦！他进化好爽哦！刚刚有没有那个有虫子？有虫子？有诶，诶 ，reload， 我是直接用那个啊虫子。好，没关系啊，等一下我会去换技能，我等一下换技能。他们没有布朗，好没布朗，好，这比原版更强，原版还要饿哦，而且等一下饿完会死哦，我再也不会死哦。那个那是 boss 者吧？暴死者啊，对呀、啊，暴死者是杀人之后就会死，或饿完之后就会死。对啊，15秒无敌跟力量一是对的吗？不对啊，对，不对啊，我这比暴死者更强啊，真的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没改到耶，耶、yeah! 啊，耶，真的只要我，哎、那就对啊，等一下要进孤狼了，对，铁技能，好，等一下可以使用技能去打马了。马、啊！听到我的马又受伤的声音。哈记，哈记在那里。我爽，好爽，打得好爽。哈记，你这样很坏。我不喜欢有马的嘛。你都是无马的哦。你是无马。无马哦。我没有，我喜欢。不喜欢骑兵。我喜欢小马。啊？哦，小？啊、你是说小只的马儿吗？啊不是小的马兒，要小的，太大不行。对对对，哦哦，是小的马儿还是怎样？我想要小只马，这就瘦一点、薄一点的，瘦一点，笔画比较少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
不是那个啦，那个十以内的，十以内的，什么十以内？那是 Bobo， 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。哦，你要被抓，你要被抓了。对，要被抓走了。哎，我做错东西了，我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哦，我的天啊！哦，我的天哪，真的不行，要被抓铁栅栏。不是啦，他在干嘛啦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啦？你在干嘛？我的天哪 ！TNT 拿掉，拿走了、啊。我拿了啊，身上两颗。好、哦，哦，你有两颗？对啊，去跑去对面偷回来、啊，好猛哦，有两颗。你值得拥有。我也想要，我想要。啊！哇、欸，我这样技能，封印，封印，不用，不用，封印，不用。换职业那是叫什么、啊？那个杀、哦、人，杀人，杀人啊！哦，杀杀！我差点讲，我差点讲重置时，重置，扣下扳机，哦，扣下扳机，压、啊、拉弦，嗯，要射，要射，不要撇，完全没射到，这样子没了，没有，我跟着小李一起上。打哇！骑马打仗，骑马打仗，打吗？哦，马太容易死了。你可以强化他啊！因为我堵住他，我堵他们。哎、欸，那个，二零零，二零零，二零零是那个贵族，贵族强化我的马。哎，你在射我，不能举盾。我铁，我铁，哦哦，我说不行，我没人举。看到他们我就不举了。哇哦，心软了。欸我书放箱子里面。好，看到就不行。哎哎哎，上上下下，来，我让他们不能挖矿。好了吗？这里，这里不晓得什么职业。挖一下。忘了。忘记。我看不到。嗯，他是用突击剑的，应该是突击者吧。看他身上有没有少穿什么、欸、啊！样样来射了，样样来射了，样来射了，来了！你我暂时破他盾了。也有贵族在附近有抗性，我们就等那个骑马的啊！欸、摸一下，来了！我觉得我要使用技能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哇、哦，哇，烫我，哇，烫我，哇，烫我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不要打嘛，不要打嘛！哇！他们直接打嘛，他们直接打嘛，他们好坏、欸！哇！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烧起来了！好烧！前面那个烧真的超痛。哎、欸，有人死了，我死了，我先死了。这一谁打？哎、欸，快！哎，我、哦、又烧又烧，是贵族吗？贵族对的，贵族的剑。先打那个二零啊！破盾了，破盾。好好好。啊！没食物了，没食物了。没食物，没食物。那小麦先拿去用成面包吧。还有那个甘草可人。哎，小雨杰克，哎，啊啊啊！你到底在叫谁？你到底在叫谁？杰瑞啦！啊，不要烧马，不要啦！修了，燃烧马了。马修起来。哎呦，我听到你用意了，用不出来救你的马了。来了来了，打打打打打二零零打二零零，嘿，哎，哦有没有二零十二零十？哎，你的马怎么又倒了？我的马就倒了。哎，那个那露米，哦哦好了，哦，有我感受到你好，冲啊！怒吼啊！喂，喂，喂，斧头帮，斧头帮，很痛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晚上喽！耶，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晚上了，天黑请闭眼喽！哇，很凶，很凶！哎呦，好了，我要走了。贼力，贼力，要没满。哎、欸，你没满就早了，你没满。他手上拿武器，你手上拿武器。哎、欸，你打掉哎！好好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满到。没有，晚上，他们在打草啊，他们打草了。嗯，来来来，马打草嘞！哎、欸，我是不是砍到我马的头啊？没有了，
你马在那里很碍眼哦。哦，不会啦，我不会打他的头。哎、欸，这样你就是码头姑娘哎、欸。码头姑娘。码头姑娘。啊，姑娘快跑！姑娘，我要跑了，不是码头的。姑娘快跑！姑娘快跑！姑娘快跑！天哪！哎、欸，他们很不给力耶。好危险哦！我觉得我今天是抽到什么第三势力牌，我不知道。你是打酱油的，你酱油吧你？我是酱油哦。哎、欸，我偷到他们了吧？这个打酱油的矿吗？矿吗？对，我偷他们的矿，一组半的铁，水哦。然后五十六个黄金，八个绿宝石，哇，好赚哦，超赚哎、欸、！OK， 酱油帮我们，真的。杰克放你身上 ，OK， 马帮我们弹伤害，哦、好多、哦，超多的，我也在他们家挖矿了，这上面还有，OK 啦，他们的绿宝石就是我们的啊，嗯，对呀、啊，他们真的没人来挖，你为什么挖掉了？因为马过不去啊，马比较胖啊。你可以跳啊，两个高楼、啊、你可以跨过去啊。哦，整理什么？整理，就是防守之类的。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哎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都在玩。这是叫我弄吗？对，没有啊，他们还没来，没事，我们都看着，我们都看着。哎、欸，那个有人在挖。快第二阶段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有、欸、只有我，你们不来、啊？我挖什么？你在哪里？他们在东家。哦，我来了，好多人。我来了。你。穿上装了，我知道，为了打架。OK， 不要怕，这跳得回来的。Go， 冲啊！冲啊！冲下面，冲啊！呀！没有，喂，你真的直接冲了。对啊，我进来了。哎呦、啊，没了。哎，反心，啊！我的天哪！啊！我的天哪！好、哦，坐啊！他不是刚消失吗？屠西剑，哦，是谁？对耶！他在我身上，你可以拿。我是假装我是，其实我是屠西剑。那么厉害！再把人放在那个木堆底下哦。啊！你们有那个吗？碎片，我要换技能要。没有杀到人。No。你要用冲的、欸，两个，没有，可以直接换吧，可以直接买啊，直接没有啊，职业商人，哦，是在职业商人这，哦，看错了，对，15个，哎、欸，这里两个，对啊，我今天这是，嗯，水逆吗？你怎么了？我今天很 bug， 怎么了？很 bug， 是啊，不然他借你捡看看这把，啊，来。对呀、啊，我在帮你 debug。为什么？哇！哦，我看到藏在那里很棒哎！完了，观众场不能用了。太气了！到底没？哎，哇！现在忍者在用技能，就是隐形的时候会有。忍者哪来的忍者？忍者刺客，你该不会把下一个版本的要改成刺巨客吗？二零，就改丢雪球之类的。明明不要跑！明明，这个吗？明明好硬哦。好硬哦。好 ，OK。毕竟他99才出现一次呢。需要发光吗？哎呦，多一个！哎呦，他碰到东西哦！是你砍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砍的！好，家里没人。呜、嗯、呼！哎、他回来了！撤！我帮你把那个碎片拿回带回去。来，把碎片带回去。啊，有碎片会喷全喷哦，所以先放。我知道。哦，哎、欸，被打好痛哦！哇，哎、欸，金头盔。镜头盔！
哎、欸，今天打好日子，会消失，会消失，会煮帽，只有我可以拿了。对，嗯，还有29个金，7个绿宝石，好爽哦！啊啊！你在干嘛？你怎么卡在那里？马要死了啦！你干嘛？这是什么？会死啦！哇塞！那怎么有一格的仙人掌啊？哪一个有？哪有？那仙人掌还很高，好不好？啊！我旁边有盖那个，他就变矮啦，变一格啦。啊、变矮我就没看到啦。你不能看他矮又不看他，看不到。这好像有点难过、哦，真的。怎么走过去怎么突然受伤？啊！这长高啊，长高啊，长高。有人往右边绕哦，洋洋，洋洋没有，洋洋是在那个挖，在挖挖青金石。哦，哎、欸，跟二零互砍。二零，他砍我完全不痛啊！哇，砍一点。哎，可以可以哦，二零血不多，二零血不多，二零声音低了，冲啊，小雨！冲啊！哇，小雨！冲啊！哇，小雨冲啊！哇，冲啊！他不冲啊，小雨！冲啊！冲！这里都墙了，我过不去啊！你二零要背，二零要背，二零哦，用打二零哦。哦，舍命。舍命，舍命打，打了一下。小雨，你怎么就我打死了？我打死了！小雨，可以。怎么了？加油！他打马了。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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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堵住他们，我堵住他们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再讲。我的马什么时候才能冲上盔甲啊？没有，你要技能啊！你要再给他技能呢、啊？不是啊，他们轮不到那个时候啊！啊，你在马上站一次吗？是，铁没有啊，他的马一下就死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的马不管是出去还是在家里面，都很快就死掉了。哎、欸，你第一踩到仙人掌上的，那只剩我一个人了，要游回来。我觉得这个龙头我根本不用带啊。反正我不用技能啊！你不用技能，为什么？啊，他说想要开 OP 啊，因为反过来我也没有那个缓速啊，我想说那就算了，自我约束一下。嗯，就是他说小箱子里箱子里有箱子里有，你看箱子里有，不要往那边看，是每个人都很伤心。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哦，你说那个那另一个箱子是？这个。啊！杀到人，要到那个啊！别打他了，这边这边跑了啦！灵魂碎片要放在敌人伤人前面的香香哦，或是家里香香也可以。啊，有三个，你这样会变矿工啊！矿工，那个换技能换那个职业的时候啊，可以啊，没错、啊，矿工吗？附魔台是你把它拿走啊？他在那个铁那边，铁、那边，铁那边，铁那边，我用简单的而已，用简单的而已。行啊，我一直想要简单的，不简单呢、啊？不简单、啊，不简单啊！等级不够啊！三哥，要、啊、不你用火把还是什么？我要帮你挖铁了，我帮你挖铁了。用火把？什么火把？哦，你说卡那个？辅助？对对对啊！啊，对哦。什么？对哦，我忘记刺客不能拿弓，哎、欸，凋零喽。啊、老放箱子看谁要用啊？谁要进攻的？除了你吧，啊、小雨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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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雨啊！啊！哦，没事，我先给吧，我先给他寄了。好啊，放小雨，天下无难事，穿上盔甲了，只怕有人有盔甲。对啊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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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不要射马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呜呜呜呜呜呜！你的马儿又被射了，对啊，啊不行不行，回家了回家了，马哦！你可以把你那个马改名叫做祭司，祭司马二祭司，马二祭司，可以可以，祭司，晚上晚上喽，晚上等一下哭啊，砍超快，哭啊，破洞了破洞了，看不到了看不到了，我去补啊，要射吧，嗯，喂，东西拿一下好了，哦，燃烧，撤退，哦，这么燃烧啊，这么凶，
没有那个啊，马死了，马死了，他是贵族，救救马儿！哎、哦欸，你的超我在炸，我在炸，我在炸，我今天爆炸分！哦，你直接炸，直接炸！哇！哎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哎呦，哎呦喂！哈哈哈哈哈！快快快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喂！哎呦，中毒了！你炸弹哦！哎呦，炸弹！哎呦，波浪加波浪加波浪！你疯了！他怎么那么凶啊？你凶不凶啊？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靠近了，我靠近了！呀呀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！挖一下地宝石就走。啊，走！哈哈！啊，血掉了，只是来偷个地宝石。哦，哎呀，快马哦，快马！对啊，这是很快。那应该要加个鞭，他快死了。快马加个鞭啊！先让他在家里面加个鞭啊！走了，不要不要。不要怕，小雨，让他穿下啦，他现在很可怜呐。啊，刚刚泱泱直接拿着那弩，一直对他脸色，脸色哦，对，哎呦，这么凶哦，超拍拍，快到第三阶段了，小雨，好，快了，快了，快来中间挖钻石哦，哦好。我帮你做门，你可以压一下，压一下绿宝，压一下绿宝，小雨。来了，掉了，掉了！哦，你的钻石马，钻石马出来了！我帮你破，破断了，破断了。结果是我，没事，没事。Cover me, cover me。嘿，嘿，嘿，我来喽！救救小马！快点，快点，冲啊，小雨！呀，他血很少哎、欸，他等下就要死掉了。太烧，太烧了！断。我看到有在偷啊，偷啊金金子啊！哎、欸，这个马，哎、欸欸，都往你那边，都往你那边，都往你那边，你过来这边，我帮你破门。你说我吗？还是谁？对对对对，不是你吗？啊、这边这边，往这边，小雨这，往这往这，我不行了，我啊啊啊！我忍住你用技能，我很想用，没事没事。你偷挖了吗？挖了挖了，第一个挖了。哈基，你现形哦、喔，你没有隐形哎、欸，你现形哦、喔。哦、oh, ，你真的，你好，对，對你被杰瑞看到，你被杰瑞看到了，你看到了，你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指令一下啊，好好好。啊，我的锋利二给他们了，哇哇哇，哭了，老铁，我再做一斧头伤害更高，拿斧头，拿斧头，嗯。哎、欸，那这样，那个任务还没有，还是什么时候才有？在看呢、啊。嗯，我在看啊，我在看。嗯，哎、欸，快，我的队友躲到哪里去了？阿基啊，阿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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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。嗯，编号二十一，编号二十一号任务。那、哦、我挖了钻出来。没有啊，我刚挖，我刚挖，我刚挖。我知道了，我只是想讲一下。嗯哎、欸啊，救救马！马马救救！你就只在意你的马儿？对啊，我太难过了。只有他不会背叛我。只有他不会背叛。我也不会背叛啊！你过来，别把他关注。那没有背叛啊，那我本来就这样啦、啊。救救可怜！我们冲出来，冲出来，两个人。打回去了，打回去。这里面很快。嗯，二零零很 bad， 哦哦哦哦哦，被烧到了，没砍到，要吃什么啦？哎，二零二零二零，哇，他直接跳去，任务结束，啊，等他一下，有有有，在跑了，在跑了，你倒数中，倒数中，修复任务中，修复任务。二零零到底在干嘛？他走出来会刀拿回去，他就是骚扰啊，超级骚扰。喂，哎、欸，没爆到，哪吃的？嗯，咱先要好一点武器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太多了吧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别追我！你是女王，你跑屁呀、啊？女王回来。你快！我被盯
小雨，在你附近会回血，小雨，在我附近会回血。你看你自己效果，你看你自己效果，你看没有了，我被顶到了啦。你看你好好看你的效果，我说在你附近会回血，不是？哦，不是我会回血哦。你赶快冲呀！你赶快冲呀！我们可以互补啊。哎，他们来了。我没有啊。他们在打，他们在打，他们在打。不要打马了，不要打马了。马他死了啦！哇哇哇哇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放马自由，你们不要打他了，你们不要打他了。你很坏，你这个毒好毒哦，超毒的，会跳不起来。哎，你把我打死就没有回血。你效果很多哎、欸，你基本上不会死、啊。有超多效果的。对啊，你基本上不会死啊。哎、欸，他写说我跳一提升啊，我怎么没有？有啊，跳一点点啊，跳一点五个，一点五个。哎、欸，这蜜蜂一直叮我。哎、欸，羊羊在乱射啦。我在一直射啊。羊羊哦。哦，很快、欸。你在射什么？你在射什么？你说。效果没了，效果没了，效果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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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打，开打，开打！羊死了，你们。没事，物理上的我死了。对，没有他那个效果结束的时候就会8.6了。哦、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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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解了解，可以理解可以理解。你看你那个任务来的时候这么强，对不对？真的。马上就回去了。任务吗？那今天很多任务啊。哦、oh, 啊，感觉就很危险。哎、欸，这给你，这给你。还有什么？还有16岁啊之类的。哦，那我们做不出来，完全做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强人所难，没办法接受。给哈记吧，哈记有了，哈记有了，哈记有了，好好好。那用那这个你挂挂挂挂挂，没用到这个。哦 ，thank you。B， 好。Q Q， 刚刚还想偷用技能。那打15个打不到啊！嗯，这里面不是有一些吗？有2个，嗯，2个有吗？你现在得积几个、啊？我看看啊，3、4、5个，我里面有放2个，嗯，才5个，哦，这又死一死了，打架没有回来，哦，放了小雨，你的主场哎、欸，杰克说什么？杰克要一上啊！你要换武器吗？我还在挖矿啊！不用挖啦，一上啊！我们小雨在、欸、啊。会，虽然我现在没有任何 buff， 嗯，领先。原来你骑马就有 buff 啦、啊！冲了，冲了！我们都跟在你后面。冲冲啊！冲啊！你诈骗了！打了打！他被射了，他被射了！活该被打、啊！被射了啦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来了来了跑啊！你不要跑，他们在找你，他们在找你。我死了！他们在盯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要打马了！掉东西吗？疯狂打你！他们这种掉东西吗？没有啊！可以投那个女王在下面，女王在下面打女王才会掉，打公公没有用。这打女王才掉，人生气了。我通常被打不会痛。就你状态很强啊，你会有各种 buff， 这样他没有被捅死。可是我装备爆掉了。欸、对啊，而且我也砍不死你们嘞、欸，你们只要不去把那只女王蜂打死就不结束了。哦，女王蜂死了是不是？啊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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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猫咪家，给他们捅就回去了、欸。哈哈哈哈哈！直接找了是不是？是那个蜜蜂一员是不是？我屁啊！全部冲过来了，我屁啊！好好笑，笑死！我衣服爆掉了啦！你是爆了还是送他们了？没有没有，是脑袋被打爆了。难怪总觉得你怪怪的。真的，脑袋直接被打爆了。喂，上路。喂喂喂。好啊、你的时间，你的时间 ，Your short time， 你的时间，人呢、啊？没有啊，人害怕、啊，我的武器都没了，我挖一下。有啊，箱子都有啊。没有，箱子没有，没有了，没铁了，箱子没了，没铁了。拿其他的去换啊！欢迎你，没矿了。
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有点短缺，真的。需要你们把它引，把它引出去。有，我都在引两三个这样子。好。而且我觉得 Lumi 挥的有点快。哦哦，一点八，有一点一点八的感觉，点八点一。他可能现在开始练跑酷，不知道怎么打架，真的。忘了。Lumi， Lumi 穿装啊！我就只有这样啊。隔壁，隔壁，隔壁。哎呀，你以为你在附近有抗性？喂、哎，哎呦呦，小雨冲啊！等下，这是一匹小胖马。你再不冲，等下又来，又来，又来，又冲冲冲冲冲！小胖马，趁现在，趁现在！啊！啊啊！可以可以可以、啊，你现在打不死，你现在不会被打死。啊、那我要走了哦。你去挖矿打不死我，你去挖矿，我去挖，你去挖矿，我想，我打不死啊，那我就应该来了啊。哇哇哇！是，真的死不了吗？死不了啊，我不会死掉啊。哇！就是我要去把那只蜜蜂打死，我是不会死的。看你可不可以挖到啊？蜜蜂，你有办法挖到吗？有点难啊、哦，我一直抖抖抖、哦。天王上来了！快跑，这里都是蜜蜂。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我是哈基，哈基，哈基在挖，哈基在挖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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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那些蜜蜂为什么都在追我啦？哎呦，追女王附近的人、哎，那也没有追错人呢、啊，还好吧？不舒服，你是不是指他们？没有啊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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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我的盾差被打到完整的被打到差点爆掉了。哎，那个蜜蜂好烦啊！哎，我只是出来看戏的，你下去啦。哎，为什么他们全部只打你一个、啊？不是、啊、他可能以为我才是那一只要打完的任务王。那你打完你就可以了。打中只。所以你有死吗？我死掉了，可是任务还在、啊，我还有效果、啊，我可以再去一次，哦、走。其实那个火是那只黄色的那个正在飞的、那個你超慢的哎、欸！你这只马怎么了？我这个马超慢的，你这马很肥、欸。你没有，你没用了，你没用了，你没用了，死去了，死了哦哦！看时间，掉了，你的马被骑走了，被骑走了，还把我马骑走，太过分了吧？他就凋零了，掉掉掉。干嘛？二零不要来啦！我换一个新的盾。哦，你全等举盾哦。哎，这给你。好。耶。以为是要打你。所以我觉得我很难挖到哦。没关系，你就很强的时候去挖。好。没问题。那我要用手一直拿着这只稿子，告诉他们说我有稿子。他们很认真的想要来看你。对，他们真的想要打倒世界王，他们很团结，我感受到了。然后他们就打完就走了、啊，他们没有话的意思、啊。杰克，你上来！杰克，你上来！杰克，你上来！啊，超好笑！这个，有看到吗？为什么？小胖吗？会痛吗？一剑死地掉下来 ！bug 键啊 ！bug 键啊！我没看到哎、欸。哦，嗯，没了。有啊，还有啦。哦，你说上面有一根箭子、哦，一个箭子一再掉，一再掉，它一块原本的那个 bug。对啊，它原本的 bug。走啦，小雨战斗啦！等一下，我在骑小胖马，我想要换小雨任务又快到了，任务人却快到了，任务又要到了。对，你的时间 show time， 你的回合 show time 就来了，是不是？多爽啊！我中午了，我变废物了。啊，他写说有强化，怎么没强化？什么强化？哦，你的马强化在对面啊！啊，对哦，对面有一匹马哎、欸，会强化那么远哦、啊？这选择也太……哎、
为什么是那匹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难怪难怪之前有时候我的马都不强化，原来是强化。对啊，真的哎，真的是这一匹哎。哦，原来是哦。那你赶快跳过去骑那匹，跳过去骑那匹。等，那攻风有点多，我打不痛啊。然后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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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他们在打马，他们在打马。明明就是你在打马，我看到了。他们在打。你看，烧起来都烧起来了。马修起来。我要进去了，我要去打你们的家了哦！我也很凶，很凶啊！挖得到吗？挖得到吗？挖得到吗？欸、这是小雨真的挖到了，我挖到了，挖到了你就死了，挖到你就死了，然后就死了，然后我就死了。你只能挖一下的呀、啊，你只能挖一下。好痛！我刚砍了蛮多下的，很讨厌。哎、欸，他死掉了，恐怖！哎、啊，因为我全身的衣服都爆了。你死，公公没死。等一下，强制这样关掉的，公公没死。等一下。那我感觉也没啥、啊，这个就会一直在这边。牛后又踩了一下了，对啊，他们等下就死了啦，他们会死掉了。牛后又死吗？我不知道，哥不见了，没有亮不见了，但是工蜂忘记清掉了，没关系。那工蜂打个几下就死了，我操！我不要回家，我不要回家。我不要回家，好多蜜蜂哦，真的，看得蛮可怕的。我还用我的，哎，我头上要有龙手才可以用。对，还有还有，我要作弊使用技能去砍这些臭蜜蜂。还好被他们叮到，其实不会死啊。不会啊，很烦，那个毒很讨厌，很讨厌。蜜蜂屏障，超毒。等一下又要有了啦，有来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不、啊、对，我是不是还有一匹马还在对面？还是没有了？哦，好像没有了。好像有。他们不是盘子吗？可以去看看。看一下。说明还有火啦。嗯。跳。跳！哦，这匹马跳。臭蜜蜂！臭蜜蜂！欠揍是不是啊？啊欠揍是不是啊？臭蜜蜂！哦，你这跳好高、哦。对啊，这匹马跳超高哎、欸！啊，不要杀他了！不要！没有，他这样跳会比较高。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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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会二段跳，燃烧效果啊，会跳比较高啊，人物也是啊。哪有那种事情？那是击退还是什么之类的吧？有啊，你哎，巧克力有好装吗？还是还好？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不出来啊！又来喽！走了！哎、欸，啊，跳快了！来了！我感受到蜜蜂，我感受到蜜蜂了。它死掉了。来了！我直接往里面走。哎呀！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。哈哈。我进去。哎呦！哎，在你附近那个回复效果超强哎。超强啊！我把他们都打下去。20应该。你要跳下来，我这样才有回复。等一下，我下不去，我想下去，我下不去。那我下去。疯了吧！起来！我来了！超级高昂。可以，我过来了，我一下。现在不能挖了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挖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我在下面。对啊，马上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可挖可挖。上孩子。你没看到？这女王风多少血啊？女王蜂哦，上面血量也有看到了。对啊，女王蜂血还好吧，没有很多。我砍了蛮多刀，砍死了。我躲在好多绿宝石哦。我躲在他们家底下。直接在他们家底下。请问你在那边等到下一次都没有来吗？对。我就一无所有了。哎呀，天兵天兵！做一把剑。巧克力那个箱子有一个还不错装，你可以拿一个。好。哦，钻装哎。哇。啊，可是通常清东西会不会等下有清一次就清第二次？嗯。就让他清啊。我不想再清啊。就让他清啊。我不想清啊，别乱说。哦，你拿了，哦，有关系，有关系，这是传统啊，被清第一次就会被第二次清掉一次啊，同个人呢、欸，
乌鸦嘴，乌鸦嘴，清掉我就认了啊，就认就认了。这里有铁。我的燃烧瓶见没了，准备冲了，叫一下嘛。燃烧剑掉了，燃烧铁剑好像还可以。哦，没有铁，没有铁，我送给你。铁矿洞这边有三个铁，好，跟铁镐。好，我就直接想直接拿铁镐了，关键有铁镐，好不好？自己来。会，哥来，这哥来，快了快了，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，要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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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了冲了冲了，小雨 ，go go go， 全部在这里呀、啊，有了有，又升了又升了又升了，哇，你这场升了几次？你老了好几岁耶。对啊，瞬间老超多哎、欸，跟那个池塘鱼一样、欸，十一颗加一岁，臭小雨，天哪，老爆，超老！哎、欸，他转身屁股遮人呢、欸，太萌啦！会这样哦、喔，看着就很欠揍，不爽啊，不爽！打爆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到了，你到了，他飞好远，他飞好远，他绕跑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必须、啊、来了，我来了，去死！臭小雨，去死！臭小雨，挖太多，挖太多，挖太多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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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下了。要补吗？要不要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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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用吧，不用吧。重点是我打一下那女王蜂、工蜂，为什么会全部都过来？不正常吗？女王蜂啊，不会啊，正常啊，真的有这样的系统啊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一直都有啊。不然应该说你打一只蜜蜂，其他都会跟过来打你，其他全部都一起打你。对，他们是团结的。他们是团结的。啊，死了死了死了，舒服舒服爽。他掉蛮多绿宝石。嗯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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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！耶！小黑狗在还在吗？在啊。耶！巧克力。哎，来你的，我已经做四把了。好好。哎呀！皇家宝剑，走，小黑走了，快没时间了，冲啊！冲啊！我偷到对面的内裤了，哈，内裤，哎呦，内裤，谁的？红色内裤，有香吗？有香吗？看，拿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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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拿回去了，拿回去了，被拿回去了，生气了，拿回去了，呀，没事没事，有陪着你，有陪着你，啊，你怎么打了？我死了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就给你好不好？再冲一次，再冲一次，然后也冲啊，嗯。冲啊！你的主场啊！看，你看，还没啊！我的主场时间还没到，还有一半啊！嗯，可以，可以，冲了！你愿意再偷亲？我爆装哎！我就知道后面超凶哎！一群火蚁，好像你们巢被冻到，然后马上冲过去咬你！整坨直接冲出来，超多人暴动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斯皮马好慢哦，被露露看到了，超级飞马，快死啊！你好，你好好说话，什么超级飞马？这么肥啊！啊！打白鲨！二零加去，二零加去，二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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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一，二零三一，打吧，三一滴。二零二零二零，还有屁股，他掉内裤，他掉内裤。砰！我感受到，我感受到，时间我时间要到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又来又来又来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我又来了。嗯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。你知道吗？你不捉，你不捉。嗯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这就是一个，就是打宝，我把他们全部都打下去。要打成功啊！啊，那死了，死了，我修起来啊！哦，嘘嘘嘘嘘嘘！哎哎哎，你家蜜蜂跑过来干嘛？跟我屁事啊！我只是出来看戏的。你又被打死了，跟我屁事啊！啊，你打蜜蜂吗？蜜蜂被打死了，蜜蜂其他的就冲过去了。我又没有打蜜蜂，我没打了，很合理吧？我觉得你家蜜蜂有头啊！我炸的，我炸的，又过来了，我不要。
通通飞过去咯，没发光咯。他自己的指令是怪怪的，为什么那蜜蜂都会追？没有啦，仇恨值特别高，在谁？我没有把那个巧克力的仇恨值拉在巧克力身上了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哇哦，没有啦，他都不追他们了。而且我刚刚在他们家，他从中间飘过去，单欸，打他，他落单，直接跑过去。我刚刚是打很久，然后就，啊，这臭蜜蜂，臭蜜蜂，你看你也感受到了吗？他飞进去了，他飞越高，飞太高了吧？哇，怎么飞上去上面？太会飞了吧？你要不要下来啦？对，你是在，Hello。这个小雨，Hello，Hello，、哦、Hello. 他好高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宝贝，你屁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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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下来了，他下来，他下来，他下来，直接揍他，直接揍他吧，揍到水里，你自己在打你呀、啊，他们有好高的城墙，反正这个世界要结束了、欸，喂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了，啊、哦，没事，离开场地了，离开场地了，哎、啊。那还好，我的树还在，我的树还在。我掉到世界，你丢了吗？因为离开场地了。啊、因为我跟他共同，他死掉我就死掉了、啊。共同的。哦，是哦，那等一下他死掉一次，我就打小雨。有，他一直都有，一直都有。有啊，我一直都有啊，我一直都有。是啊，对对，我一直都打，我一直都打。同生共死。有时候还没死，我就先死了，我要死两次。有时候还比较慢死。对好好，这不一定，看情况。我们的指令很厉害，好吗？好强哦！高薪聘请的哦，人工指令哦。啊！农民不要打我的马、啊！家里有没有牛排吃啊？没有，剩萝卜了。我再买，我再买。想吃牛排。饿了。来，我抢到三个灵魂碎片。三个灵魂。别打我，我吃了。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为什么？完全换不了。灵魂碎片一直凑不起来啊！我这边还有三个耶！就你三个，你怎么那么多？哇！你一闪一闪的、欸，瞬间都杀那么多。好好，还有这里三个。没有，这样有九个。需要食物吗？需要食物吗？食物，熊麦。哎，熊麦种子。一个最好。灵魂碎片，灵魂碎片。哦哟，好多好多。十个了，有箱子有牛排，13，差两个碎片，差两个碎片，好，差两个，打两次二零，打两次20，要胜利喽！你血真的超少，哎、欸，你这个是海灵晶体，啊、我烧来真的又亲我了，是假的哦，哇，这再给你，这再给你，刚刚都被亲了吗？是假的。祝你生日快乐啊！不要打，哎、欸，我黑了，我看不到。哦，我头卡进去了。杰哥去杀人，杰哥去玩啊！哦，杰哥借你拿，你拿，你去玩去杀人。耶、哦！我出门了，我出门了，干我屁事哦！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！我掉下来了。哈哈哈！要死了没？你要死了没？还没，让我挖，我要挖。我要挖！哇哇！这个不用付了，出了，他妈没生命了。他们一直打我，不能挖出去，我一直跳起来。我想挖。你在蹦蹦跳跳是吧？哦、我什么东西又破掉了？我又听到我装备坏掉了。枪。我脑袋又破了啦。脑袋怎么那么容易坏啊？我脑袋一直破啊。你的脑袋怎么那么多洞？哎，我不管，我要挖。哇哇、哦！我又什么又爆了？你裸体去算了，你裸体去啦！不要啦 ！In game 吧 ，In game 吧。好，四个。真的吗 ？In game 吗 ？In game 吗？好，留给我。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在吃萝卜。留给他寄吧。我没有带稿子给你挖吧。他死了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因为你们要 In game 了。没有 In game 了 ，In game 了 ，In game 了。生日快乐！耶、yeah! ！狂死雷王，哦西哦西！哦，
还好吧，十三次而已。十三次在干嘛？我已经很认真活着了。我的马都不止死十三次。十三次。哎、欸，不是当 boss 在打，是不是？看你们讨伐完就走回去了，就走了。打完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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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啊，我知道，你们是打突袭对不对？一波一波的，时间到了该走一个人而已，超好笑。那、啊、你们有发现那个小野的马一直死吗？啊，有啊，有啊。我的妈！一直被打死，一直在打。前面几只马都活不到他穿上盔甲的时候，太难做了。还有一只吹的，一只穿的，然后是在对面那只活下来的马身上。我滑到在盔甲的，真的吗？去啊！小雨的裤子没了，衣服没了。Happy birthday！、欸、我的衣服至少被你们打爆三套。你酷，你够变态。我去打爆！我们刚刚这样子，小雨，小雨不要跑，小雨，我们眼中只有你，小雨。我们只有你的衣服和裤子。小雨花了，不管，先打小雨，不管。我说不要，不要，我要玩。不管，我要打小雨，不管。两边都不管。阿纪，对啊，我现在这边又有那个孤狼了。对，这个孤狼的 bug， 就孤狼刚其实都没有缓速，对，然后他的技能反而变超强，他技能是无敌跟力量。孤狼被 buff， 对啊，然后没改到，对，我就没有用，我就都没用了。有没有想说要换职业？其实我们都收集不了。感谢米纳米的150块钱，感谢。啊，是广告。广告。我要连点三下。假广告啦。这是假偷刀吧？假广告。广告啦。光刀是不是啊？光刀。新的一种糕点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这张地图呢、啊，很棒，我不是很开心。嗯，他竟在前硬塞给我，哇、哦，说他们工会的精品，哇哦，那冰天雪地的地方呢，还有很多，等一下我都要炸掉的东西，哦，很棒哎、欸，我现在就去炸，直接破坏地图，手上有拿武器耶、欸啊，有啊，他们都拿斧头哎、欸，对啊，哇哦，还有铜盾刚才在哪里啊？铜盾伤害，你这铜盾应该要能设定只有我们铜盾伤害。可是这个地图不是我做的，我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交过来的，你交负责。他们做的不是我。你交过来的，然后雪宝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下来看看，有啊，在桥最边边，有啊，最左边最右边，河的旁边，对，河的最边边，下去，河的最边，就河的旁边那、啊、末端而已啊，看到了，哦，很大很大的，雪宝很可爱，雪宝好可爱好可爱，怎么不是巧克力的头呢？其他有些。完了，有人要离开游戏。我听到离开游戏的声音。卢敏刚打架都1.8啦，看透了，好爽啦，好爽啊！哇塞、啊，除了旁边的造景，我们还是要认识一下地图。好，可以旁观者看看。中间这里是重生点，然后核心在上面，对，核心在上面。哦，啊、下面有一些书柜就可以拿重生点。然后呢，旁边的这个冰啊，这个冰的漂亮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上面有那个附魔台，可以先去拿。嗯，那、啊、下面也是重生点，那个奇怪的地方，奇怪的地方，奇怪。然后呢？有一些奇怪的造景不用看，它的矿物呢都在底下，其实可以旁观者就是往下，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。
哇，好多青青金石跟红石在这里，就在下面。对啊，你围绕一下，可以看到另一边有那个黄金跟绿宝石，它都是在一个雪屋的底下，所以你就可以认识一下黄金跟绿宝石，它是那个雪屋前面有那个黄色旗子跟绿色旗子。这样比较好认。对啊，铁的话呢，就在比较靠近家里的那个冰山核心前面的那个矿洞。对，而且这里呢，核心前面这个矿洞呢，就是村民也都在这里，村民的地底下，然后交易就在这里。大体上就是这样，其他我也不想管。其他造景都不管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，管。哎，它有凋零花哎，哪里凋零花？雪屋。那个黄金矿物上面那个盆栽，对，盆栽里面有一个凋零，所以你可以拿来用。对，那中间钻石只有一个，就这么的单纯。不见旁边的雕像吗？没有雕像，等下都会销毁。我等下进去把那些打爆。他有暗杀巧端午哎，蛮厉害的。哎，那个我端午很棒哎，是吗？他是一般的食斧啦，不是端午鞋子，会雷厉勾的那种。对，非常棒。这种失去平衡，失去平衡，我看到了。快点，他保护。复原，救下他。有吗？冰霜行者。哎呦！先拆掉了，被打掉了，快复原复原复原！马上，我今天观众来，我不理了，走开，拜拜。救一下！复原专家，抢救！紧急拯救！救回来！我们拿泡面救回了这些。患者已经救回来了。对，拿泡面救。棒哦，好精致哦！你觉得很棒哎，超棒的，可以纳入那个正式地图之类的。对啊。完了！哦，死亡点。从此你们看不到界面二的游戏啊！没了，没了，这是最后了，剩下王国之战。为什么另外那边的红色小人没有手上没东西啊？是本来就没东西，被敲掉了，被敲掉了吧？哪边的红色小人？阴面吗？一号斧头没有这里啊，这里的。应该被敲掉了吧？应该被敲掉了，因为对面有啊，对面有，对面都有啊，看都有。就哦，这两只都有啊，这位置不太一样。绿队这边的没有，就是被打掉了吧？对，被打掉了，没了。复制一下，救一下，这样上去。所以刚说附魔台在哪里？在那个有三层奇怪的东西，另外一个冰的建筑物上面，左边最角落。哦，好，建筑物上面，好，这是怎么上去啊？因为我刚刚想说书柜在核心下面，啊，怎么附魔台是在这个？可能叠上来了吧？叠过去。旁边的彩虹，我们可以走彩虹啊？彩虹吗？哦，彩虹吧，对，要把玻璃彩虹走不走？先把彩虹敲掉，敲成梯形啊。一直走，挑两个。那红色注定是要被敲掉的吗？我们要走彩虹桥了吗？对，我们过桥了。过桥了。会。哦，先选职业。对耶。职业，对。职业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颜色啊？忘了。绿吧。绿色。绿色。啊，我们是按照让他们也那个了。是。你是不是全哦？这主办吗？这主强子现在大家怎样？哎，你说，等下，结界师影响玩家的话会发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虚弱影响对方，对方会发光吗？会。啊？那我可以当天眼兵哎？可以。哎呀，我在核心放虚弱就好。结界师这样子比。哎，那你那个孤狼病啊，要孤狼病哦，就是我强制把它弄掉就好了。选孤狼这边突袭者是？对。我当孤狼，感觉这里可以玩骑士，可是要上，你要帮马装上冰霜行者吗？
对啊，哎呦，要穿这样就可以走在冰上了。最好有这种东西啊。不是电影是这样演的吗？羊毛，不是啊，你有没有看那个第二电影不是这样演的吗？我看过预告。什么才子？对啊，第二集红色陶土这种稿子挖吗？对，我要先生稿子 ，OK， 先挖金稿是不是？对，直接做金稿。选职业六，看一下哦，这样子有吗？这样还是职业还是什么？对，被守护者了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子。你来跟我们讲啊，孤狼禁止，嗯、啊。跟他们讲，你看谁挖红色陶土挖最快。好，挖最快的有300。对啊，就直接跟我口头讲《孤狼禁止》。嗯，反正他们选了会看到啊。嗯，谁选奔谁？好，超强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们上一场为什么矿工这样轮流选？嗯，我们就拿到全矿工啊。嗯，我觉得很强哎、欸，全矿工。就是你们就不用天眼兵了，又没有天眼了，我就可以 每次都用那个盗贼令，盗贼令，盗贼令。可是没有那么多矿啊，对啊，资源不太没有那么够啊。可以来我们家，蹲两下让你挖，蹲两下挖一个，那、啊、你要挖下一个，你要再蹲两下，再蹲两下。那我就连，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你就照打。他就是 连点在那边蹲一直蹲一直蹲一直。我看到他继续选孤狼变啊，没有测试，他自动变过来，他测试自动会变过来，哦，会自动变突袭者，对，他会直接变突袭者。哎，对，噔噔有月月的子民在传讲，谁呢？他在要选 boss 现在有被 nerf 哦，你只能砍一个人哦，嗯，砍一个就没了，就去杀大 boss 啊，杀完就没有大 boss 了啦，这场啊没有了啊，这场没有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这个打开吗？没有吗？打完了，上 boss 应该有另外一个吗？哦，你说这一场的、喔、哦？哦？离开的声音开始啦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打十。来咯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了，选择是的，船长，那就走起。好，哦，有这个拿斧头会有抗性，这样很强，感觉会敲到头。这个吗？你开始拿斧头，啊，新成的斧头，啊，你开始有十斧了，对。斧头，我偏不拿，我偏不要。这是十斧，这是十斧。那我要穿专武，我要去拿对面的东西，我要去拿对面的东西。对耶，专武。啊，专武要小心哦。为什么要小心？专武怎么了吗？嗯，看到专武有点欠打、啊。要拿斧头，要拿斧头。快！收集他们装备，都好棒哦。先看对面的嘛，先看对面的。穿武嘛，穿武嘛，我在收集穿武票。你穿什么？你穿什么？杰克？哦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拿下来。看，好痛啊！不要嘛！卢米，走了，没事。卢米，我打他回来。好的。哎，对，我看到了，卢米。没有，不是我。不，撞到了！没有，我交棒了。你们要玩闪电布丁哦？我看到了，我交棒了，收起来。这是闪电布丁秒换，我快笑死！收，你说收，收个屁！没有，你讲的是什么？你讲的是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吸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有人可以帮我做箱子？可个屁！箱子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来了。
你是吗？你是吗？干嘛？你是点是点点来了点来了点来了！哦，中午被亲干嘛？你我不能没有没有，你有我脱下来了！哎，救我杰瑞救我！小雨打，好我打，你后没人后面没人，我没有穿我没有穿我没有穿，这颜色很难辨识哎，这个我看得清楚哦。怎么着？我们下面有穿，你不这样子？没有，这个一定有，这个一定有，这个一定有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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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定有。啊，没有了啦，真的没了啦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都不见了。这样我那个击杀是不是很高？那你这样身上有那个吗？有灵魂碎片吗？没有。各位各位，想要信奉艾莎教的，木头底下，木头底下。我的天！完了完了完了！你玩，我要先拿铁，有没有铁？有没有铁？你收，你收了很多吗？有有有！这里！小心一点，教主要上来了！小心！教主要出现了！教主要来了！交易要小心的，各位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！我觉得这个团队不行。挖掉这个，挖掉这个，挖掉这个，然后你们按右键。哦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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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有有这个，我有这个。哦。再看我这样。哦。哦，没事。哦，哪里？白痴啊！会哎，拿得到剥皮橡木原木哎。旁边可以挖到山木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拿到山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来来来！没事没事没事。有警察！警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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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要被收走了！交易要小心啊！要被收走，要被收走了！哇哇！一堆问号！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！完了！不能埋起来了！被零检了！被零检了！放的呢？那个是别人放的。那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栽啦，我们栽啦，我们栽了。怎么样？我把全部丢掉了！坏啦！埋啦！卖了，扔出去了啦，哎、又要捡啦！我拿凋零花来玩。难得才有艾莎乔的周边、欸。周边，对啊，出周边一个头。哎，有没有黄金啊？我想找东西。黄金在哪里啊？黄金在哪？黄金在哪？这里。黄金在雪屋下面吗？哦。我破完，现在我整套破掉了。啊，哎，那个彩虹桥弄好了。哎，黄金洞的有人哦。黄金洞在哪？我在看我，而且我真觉得黄金洞那边很容易被攻略。太近了啊，歪条路过来，上来不容易。我先去把他们都破坏。对，好忙好忙。你怎么杀了一个殖民？不要打嘛！来嘲讽我，来嘲讽我。他们有人骑马啊，你彩虹桥怎么上去的？哎呦，救命！彩虹桥那个啊，他王座骑马来乱啊，王座有水哦，水就上去。做的这么细哦。哦，可以那样上去，好酷哦。嗯，流的上去。他们已经很多桥了，骑马的来乱哦。我感觉啊啊 ，shit！ 这个是什么？啊，怎么了？有人。那个吗？挖那个附魔台？什么挖？在这边啊？附魔台？他在彩虹桥上。对啊。韩信，哎，不用嘛，就觉得做个梯子吧。梯子吗？可是对面也会走过来。啊，也是哦。对啊，没想到这样比较快一点。对面也会快一点。快一点进攻。一个楼。哇，他爬梯子有没有？很快就等于打下去啊。哎，只有14个书柜啊。哇，他没对称，那他没有啊？要买呀、啊！商人的阴谋，猜地图作者的阴谋，他让我很忙哎、欸，你就放着就好了嘛，不行，谁还坚持？谁在这里？真是的，这应该用金镐挖比较快哦，金，对啊，会特别慢，会特别，会挖不起来。嗯，这个是谁？哦，小雨哦，是我啊。卢米交出黄金，神秘的东西。那我交出黄金，没有黄金，我挖一条。交出黄金。哦哟，好了好了，你最大，你最大。教主大人，上供了上供了。
讲完会死掉、哦。我在做金稿，我在做金稿，我在做金稿。完了完了！哎哎、欸欸，等一下，叫做危险的危险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你身上还是暗藏干嘛？赶紧看座位。哎、欸，这里有敌人，这里有敌人，进洞有人，进洞啊！座位，黄金洞有敌人，在楼上那个。阿纪，骑士没办法帮忙。哦，召唤师的那个拿书本的，哦，还有干掉干掉干掉，实际的不一样，连杀两人。这有路，这有路。哦，北七哦。哎、欸，我看到蜘蛛网了，我要去捡。洋洋，我又没有金沙。哎、欸，对，有蜘蛛网。金沙那里有灶台面。哇，沙被教主大人收走了。你在乱说话，这里有装啦，下来拿啦，洛丽巴说。有啦。你拿装啦。还有奴啦。绿宝石啦。好可怕，好可怕。马铃薯啦。教主今天心情不好。哎呀。又没动。我很认真在挖矿、欸，我贡献很多，我很乖。哦，金稿快多了，舒服。哇，谁不要的装啊？我穿一穿。没有黄金。嘉宇，我需要一些黄金。啊啊啊！多踩一踩，多踩一踩。感谢。黄金。可以直接从这边回去。你也要吗？我马上复原，还一人一半。屁股那边可以直接回铁矿。哎、欸，金稿一下子就要坏了耶，好可怕哦、喔！对啊，那就超低了，那就超低的爆。我准备很多金稿。啦！哦，金石这边很多颗哎、欸，这个你写不多哎、欸。我只知道放置僵尸而已。啊，吃小麦。哎呦，跟你一起上，跟你一起上，一起来破坏。啊、我们要破坏那个哎、欸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被拒绝了，哇，没有了，来破坏人，破坏人，你给你给你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更多的，有、欸、没有其他装？来，请给我青金石啊！有，我的职业僵尸，我先走啊，僵尸。僵尸先离开了，我先走了。僵尸，哇、哦，是哟、哦，太夸张了！他喷好多东西，哦，哇，影月大杀特杀，我被算两次啊！这场很吃得起码哦，我被算两次死亡哎、欸，哦，你有本事啊！我扣了21又25个，好惨，被扣光了吧？我胜不棒，我胜不棒，你怎么那么惨啊？你是什么职业？召唤师啊！哎、欸，那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记得21、25个，哭了。僵尸的连带责任，僵尸也算、欸、有可能哦。僵尸死掉，我要连带责任。哎、天哪、啊！哦，你没照顾好你的僵尸、啊，你没顾好你的。你僵尸未成年啦！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，这边这边，2020这边。嗯啊，哦。想说放身上比较保险、嗯。我看到有人在用木头盖怪怪的东西。什么怪怪的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大家现在都对东西的敏感，有没有？东西？拆掉，拆掉，拆掉！哪里？我想看。又怎么了？哇，好痛，好痛！哎、欸，他们的弓好痛，他们的弓很痛。玉狼哦！不要走胡萝卜，把它箭竹收好。我把相关的材料都丢掉，相关的材料都相关的，其实我拿走了、欸。你忘了还有红石吗？对啊，我突然想到还有红石哎、欸。哦耶，有粉多，全部都拆了。哎、欸，矿工会掉矿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，可是会消失，还是会被吃掉了，被那个。那我放身上混沌之物啊，好怀念装物、哦。对啊。再过去，他对面有没有留吧？嗯，对啊。什么东西啊？阿吉、啊，没有，我是说，就是很棒的东西，对。掌握什么东西啊？我很好奇啊。这里你要这边啊？又是陷阱啊！我跑，死掉该，死掉活该吗？气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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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气了！还有一堆装备。他外马的，他怎么乱跑啦？哎、欸，没骑就乱跑。哎、欸，你这边是下来就上不去吗？
哎呦，对，再叠吧。有一组的混沌之物，哎，你们可以拿去换牛丸。那你叫谁？女娲。或者你的僵尸在走独木桥啦？你是要什么？你是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对，我你要青金石吗？还是什么？嗯，下面那个是要什么奖货啊？哼，你挖吧！我要偷打你，我你上他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他不会跑啊！剩两滴，啊！掉，啊掉，好久了，摇头。摇屁头啊！乱盖东西。哈基，哎、欸，我现在被我的您的专属技能冷却完成洗版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好像倒数一秒的时候，我拿我的专武啊，我冻结了那个嘛结界的时间。哦哦哦！好了，死了。啊！以为你要死了？马没事，我是马要死了，不是我要死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中毒？才能陷阱啊！哪有冻结时间呐、啊？你们自己挖、啊。等他逃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好啦，他也好吵，换掉了。我是 bot。你冲了。二零，你的鞋子好好看啊。哦。限量版，限量版，限量版。限量版的，二零，我们刚刚什么什么什么？你想洗澡？我没有洗澡，我没有什么都没有，没有。桥上有一个人，限量版的没了吗？有一双啊，有哇！我有一双的鞋子，天哪，没了，丢掉了。你说流浪商人会卖吗？来了，箱子，限量版的吗？我问问嘛，哎，之后很好用哎。我问问他可以说不要啊。你刚刚在讲什么？说你后面好多人，我不能动，直接过来看。我们什么都没有说。你问问，问问而已。你要什么？哎呀，去了，走了，差不多了，想你们是要暗藏什么东西？啊，马上死了。你要绝版的没东西了，太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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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只来检查，想要这个哦，为什么来检查？零检呢？零检，仅有一双哎，好想要哦。没有绝版了。我觉得我不要出门了，我其实在自己家里就好了。已经没有了，我不去他们家了，我不去他们家了。小雨，没。想仅有一双啊！哦，什么？仅有一双，香的，香的。你要多少买？干掉！哎，对，在干嘛？不要敲他们，挤内讧啊！我就作弊。哎，什么东西？没有，这没有。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在哪里？仅有一双在谁那？仅有一双在谁那？在谁那？不在谁那？我不知道谁拿手的，你敢上去哦？哦，有黄金吗？有，里面。我要黄金。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才刚死，我才刚死。你很调皮，你很皮哦，好恐怖，好可怕。没有，一直有纠察队，太正确。小雨在你那，没有在我这里啊。疑神疑鬼，哇哦！还不是你们在这里讲疑神疑鬼呢？真是哦！哇，真是给鬼给怪！不出门了，不出门了，不出门了！在哪里？哎呀！我在家里，我在讲。嗯，龙卷爆了。快跑！哎，这东西可真好，要保护好，保护好。仅有一双啊，限量版的，收好啊。嗯，好，真的好，真的。多带嘴啊！啊！我切旁观了。完了！限量版，
我从那可以查看身上的那个模组。太凶了吧！这样子也太急了吧。哦，这里是哦哦、啊，然后你就要走了是不是？啊，只是看看而已，逛逛。附魔台在上面啊，嗯，在上面，对，有线吗？你做工，哦，要做工，怎样？什么？什么？完了，这是什么？超限量版吗？你找大秘宝，还有发光的那种。我找到神奇的雕像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我找到神奇雕像啊！哎呦，你可以打，你可以拿。还有神奇雕像，我们家的某个地方。哦，家某个地方有人在狂翻棺走了，有人翻棺走了。有人翻棺了，你快离开那里，你快离开那里。有人 ID 变透明的了，你快离开，你快离开。没了，没了，家里有人变坏，活该，活该，该什么？活该，你自己对的。而且，哎，那是自己人盖的哦，他们家没有哦。谁呀？谁盖的？要自己蹦出来的。红纸谁盖的？我可以跟你说。是不是哈基？不是，我这么乖。是不是 Darry？不是我这么乖，欸、嘿你乖个屁！你迟疑了，你迟疑了。你一开始也都在那边。哎呦，嗯，烂地图。啊！我要去挖我们家核心。不要啦！不要啊！妈呀，死啦！什么？是什么？死啦！哇，你后面好多人啊！他死了！你怎么好多人就把他跑掉啦？好多人上去跑了！哎，家里没人！哎呦！哇哇，松松！啊，家里没人，家里没人！我在往上游了，我在游了。他怎么挖了一半不挖？他把自己叠起来了。他自己站在合金上面了。哦哦，掉下来了！嘿，掉下去！嗨，掉下来了。我想把自己垫在上面挖。嗯，哎、欸，我知道，我才知道有防御比较好啊。嗯，有青金石吗？有啊。感谢，好多。青金石建议。哎，三十等啦！好快呀！哪么厉害？快呀！哪么厉害？超厉害的。嗯。OK， 应该没事啊。别的啊，对哈、啊，不是，不又是女王，不是女王，我才想说不是没事，我没错吗？小雨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、哦！那、啊、个边线会不会死？不会啦，这只普通女王不会吗？耶、yeah, ，我可以上来了，确定吗？哎哎哎，确定吗？过来，过来了。啊，僵尸会打吗？僵尸会打吗？僵尸打不会打。他全部在追你哦，杰克。不知道。喂。哎、欸，你啊，拍谁？抱歉，他们知道我有限量品的关系。女王蜂，女王蜂，有人在挖金，好痛哦！吗？有，我身上有金。肚子不，你要挖吗？你要来？我刚刚在挖。砍女王蜂，挖钻石。好，陪你，我陪你。嗯，这边呢，工蜂感觉在追我了。秋，我进去啊。秋，这里啊。哦，不是，是这一栋哦。啊，那很多。哦，然后开始。哎呀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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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切一切切完。Nice， 什么爱露？有露啦，爱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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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不动，我不动了，我不动了。有没有食物？没有啦，我跟洋洋对话。你在哪里？哦，好啊。我不想加米加，我走了。给你饭，我这八块。你受到精神攻击吗？你主要挖绿宝石，快点，现在升很快。绿宝石要帮忙挖吗？不是我可以挖，不是这样子挖啦，不是这样子挖啦。你看，整好了，还可以挖煤炭哦。我们的附魔台现在在哪里啊？彩虹啊，彩虹，看看你们要挪啦，你看你们要挪。
个吧，差不多。书柜已经盖下去了，可以再放，是可以再强调。对啊，不过少一个哦，杰克身上有我补的，我放就放箱子了。青金石还有箱子，还有丢丢青金石箱子，青金石箱子，哇，这个火矿哎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所以我们有发光哎，对啊，哦啊，还没有买，亮晶晶，把都摇，点餐，金马是，认同请吃宵夜，认同请吃，晚安你好。去困啊你要挖多少个啊？我挖多少个？你是需要多少个？我不需要啊。哎，有在射？哎，是咒吗？我上人在射，有外面很多人。是不是咒吗？等一下，他们，墙那边，墙那边。很多人，很多人，很多人挖走了，挖走了。跟你讲，你主要挖绿宝石，你不用理嘛。哦，珍宝。副驾上的有没有那个？副驾上的那个拿黄金。央央央央央。中间，中间，中间。他们需要你，他们需要你。黄金绿宝，他们需要你，快去。很多好方的哦。弓箭支援，弓箭支援。来了，我们马上来。哇，好慢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挡到我了。我要食物。好多人啊。植物。黄金买食物。哦，不行哦，可能会射到你们。你去买，你去买，你去买。你已经被射死了，爽了，他们买的很爽了，天啊！对。啊啊啊啊啊啊！马神下去，马神下去啊！马神下去啊！马神下去。对不起。我的限量品就不见了。神下去啊！啊！你怎么神下去啊？完了。阿妈，妈，你怎么？对，有一个附魔的，先拿那附魔的。哇，这好能打架！谁？谁？你怎么可以打马儿？五十个黄金可以换那个风力舞。你们要换风力舞强力四，风力舞还有燃烧二，还有燃烧二。你能买都买，你能买都买。我看一下。啊啊啊！你怎么可以打马？啊，你死了？死在旁边河里面。哎，家里河里，家里，来，我在有。要支援。哎呦，有挡路哦！哇，有人啊！他有叠那个，央还在帮你，要从外面叠进去吧？央快不行，央快不行！哇哇哇！啊！西哥，挖的多，挖的多，挖的多！有没有去救？有没有去救？有没有救？还有还有堵东西，所以我们都在外面支援。他跑步，直接从后面，从后面。哇！我直接从方块可以叠上去。这羊有换到回来吗？哦，会哦。我们啊，还在吗？对，还有东西，东西接上去的。但是掉啊！哎，有有不要游了，不要砍到我了，小玉。对，我砍到你了，对不起。哇，有那个从上阵。我手加。各种可怕。这羊你有换到吗？我装备差不多，我手加。就 OK 啦。掉的差不多了。哎呦。其他你有死哦，掉了。刚对我刚刚有没有要跑的？嗯，没事啊。好，下去了。他们应该没办法从上面挖，没有，上面还是挖掉了。好可惜，我要再继续煮啊。这个强力先。贴。我的混沌植物也太多了吧？全部拿去换牛排。用混沌植物换45个牛排，好爽。铁还够吗？有，应该可以。嘛嘞？一些。哇！我加嘛那东西啊？哇，好黑，好黑，这个好可怕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小雨，你刚怎么挖过来的？我？不是，直接走啊，直接走去喝。你为什么会黑？啊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我超黑的。没有夜市啊，我也很黑啊。超可怕的！你在怕什么？走到底，然后往左转，对对对，跳就到。你在怕什么？你们弄火把。对啊，我要不然我去帮你挖火那个挖火把，煤炭。挖火把。啊，这里我来在这里，我不想出门。干嘛这样？没有，我们需要守家。你看我们家这样子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啊，地牛欢声嘛。他其实刚刚他来应该都是爬楼梯的，
对啊，走水路、啊，直接掉，走水路然后堵起来啊，水里面很难挖东西。嗯嗯，好奇妙。来这来这，恐怖了，整个水。啊！变身吗？那个、欸，嗯，他怎么没变身？没变身，没有，你那个变到别边去了。对，另外一只还活着的吗？哦，你怎么不在？我们刚刚也这样子啊！对面的，我刚刚也是。我怎么没变身？哎，对了，我三十七了，然后我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一下很黑，一下在想什么？不是，那个真的很黑，很可怕、啊。有，我点亮了，我点亮了，啊、现在很亮。没有很黑，你自己误会他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水上飘这么多矿物没人捡？有人被打死吧？会不会是我刚掉的？哎、欸，42个绿宝石呢？那就是你耶。飘在水上哦，对，哇，还有一组的黄金跟一颗钻石，哇，这怎么掉？哇，你觉得好像是我掉的东西啊？一定是你啊，都是你的矿。有铁针吗？还是没铁针？是哪里啊 ？No，No。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子滑、啊？对啊，你为什么可以这样滑哈、啊？滑起来，有在跑步哎、欸。你怎么这样滑啊？不要打我的嘛！哎呀，不要打嘛！不要打嘛！打嘛！不要打打嘛！是不是？五马五马！对对对！我要炫耀一个东西！啊，马要死了！不要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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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听到危险的声音，还敢炫耀啊？被抓到了！一整套的哎、欸！真好的，哇哇哇，没了，也没掉，你是不是还在你身上？是不是还在你身上？没有，我穿裤子，还敢炫耀？太可怜了，我哪知道有？还敢逼逼啊？然后就有人跟我讲说有人坏坏，中央任务、啊、没鞋子了，任务王要不打，本来就不需要那个东西。500经验值哦，很多哦。好、啊，我来了。中间，哇，好像家里有在，家里有在，来不及了 啊, 啊，来不及了。啊，完了。没见了。啊，都是些垃圾。很有手段。我的第三阵营呢，蓝色的。第三阵营。哎呦，我是谁的？希望你能好好活着。我都在看得清清楚楚哦，有监工啊！洋洋，你怎么了？很怕，又说害怕，所以他就很敢。还有五彩的，可以从下面垫上来。好的，好毒，好毒，好毒，毒毒毒毒。哎、欸，我才刚吓死了，好恐怖哦！我活该哟，活该！我只听到"活该"两个字。第三次，哦，活该啊！活该啊！你的东西没了。You 限量品。我跟你讲，还整套的。哭了。结界吗？会啊。我结界，前线哦，抱歉。二零为什么还不穿好衣服啊？二零，二零他不喜欢穿衣服。没钱，没钱，没钱，很可怜。你要去旁边，旁边，旁边那么多位置，来跟我抢。哦哟，哦哟，我只是挖两个铁，两个金。哦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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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边那么多位置。我只是要买个牛排。你指一指就有没有混沌之物去换了啦？下一阶段喽。嗯，繁星，繁星，减少10生命哦。
哎呦，我在中间，我在中间了。啊，中间抢一下。好，我去，那做个东西。小，你要人？哎呦，怎么都掉在对面啊？天哪！中间有个陷阱，要小心哦。那个陷阱被我踩掉了。没有，有一个，另外一个，他新放的。哦，又补了。结束了。还敢来啊！看到你了啦！他们有一个地道，有一个地道。哦，他直接走那个地道，超快的过来。树上蛮多的，可以捡。我的妈！我的妈！我三个人同时在打我的马，啊，要死了！那个马已经死了。啊，没有没有，他落下来了，耶！因为你好惨哦，你的马。很可怜。他一直被打吗？我的风暴鞋给我！哎呀呀呀！为什么底下有铁砖啊？铁砖？铁砖？对啊。风力二耶！超多哎、欸！超多哦！有烽火台哎、欸！他们想要用什么回复之类的吧？可是烽火台是那个哎、欸，是锁住的哎、欸，锁它只让它有光，是亮晶晶的。对，九个铁钻、欸。哦，有敲起来，赢了，有没有？可以吗？我来封一下他们地道。哎、欸，旁边有一个，重新挖吧。小林，你还有铁吗？你那某次盾？铁吗？我有，我有做一个铁针。我九个，在上面那边。我九个铁钻啊。哦，铁砖，铁砖，铁砖，放后台底下，后台，来来，放这里，放这里，自己拿，自己拿，太会了吧？嗯，后台，所以藏宝，所以他们家底下也会有，嗯，哎呦，有没有食物啊？东风借箭，东风借箭，来，你是我草人，好，有没有食物？来，厨师这来了来了来了，是我来了，我到了吗？还没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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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付，没。哎，阿哥那个还没付还没付还没付，你要干嘛吗？刚不是有人捡到了？来了，你刚不是有四十九颗粒吧？我到了，我吸到了。有，那你们要不要就是弄点东西？要走这里哟，发光。对呀，他从地道后面的地道，我刚刚挖开。反正要走那地道、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说刚刚他是绕我们家外面走，地道在哪？我们家哪里？那他盖的地道，我们家核心后面这里，正后方下面跨跨，可是那边我堵掉很多了啊，好，我堵了一半。嗯，哎、欸，现在不是那个引擎过大声会罚款吗？对啊，要罚啦！好爽哦！然后那些在开那些车的人，他们不会靠近、欸、小雨，他靠近小雨会回血。没有没有没回血了，没了。我的去吗？我的去！哎，我很快走呀！赶快，你们快打！好痛！对面用火攻，好痛好痛！我用火攻，我用火攻。都在追我，你们快点打！都在追我！别再打字了。哇！全部都混在其中啊！来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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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啊！你们哎呀！好痛啊！谢谢你们的发子，起码加油！哎呦！哎！痛啊痛啊痛啊痛！好了好了，别笑！要了！是！还掉很多那个绿宝石。你靠近这回血，近这回血啊！这食物在哪里？你不是有换强力物吗？你看到？奴没有办法附。那些食物在哪？在我身上。我小一点。小雨，我给你那本是锋利还是强力？哎，强力已在我手上。哦，所以你有在射哈，有在射招。有啊有啊，你们可以拿去附啊。我有一个强力式的弓，可以附成强哦，可以叠强力。对，可是这样直接附很浪费。叠，看有没有人去直接领。我觉得两把强力式感觉比较好。脚底有人，脚底有人，脚底又来是不是？脚底有人对吧？脚底有人对吧？有核心，我在，核心我在。这里有脚底。嗯，吓死了。哦，二零零五，少华姐。还记得脚底？哎，不然
来试一下。没有，没有，距离太远吗？还是 很下面？核心附近层。没有，那就是那个、啊、我堵的路啊。他对，这里核心后面。你看 ID 有、哦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很低耶、欸，有啊有啊有啊，很低。有有有，他修了他修了他修了，啊这边这边他这边这边这边，两个人两个人，你看他们都走那里，虚弱了，他们走侧边了、啊，侧边没有侧边没有。你还想去哪里呀、啊？嗯，想去哪里呀、啊？看不到看不到。哦对对对，非常近，不要走，走去扶上去。阻挠，他们父母好警告。哎呦，后面后面后面阿杰。哦，父母好的警告，等一下，让我吸个。谁？效率一，哎呀，怎么是效率一而已？哎呀，箱子也有效率一，箱子有箱子，箱子有那个，有一个强力五，哇，输输，也不用就好了。哎呀，输，啊，还需要攻复一下。泱泱，红啊，不是泱泱啊，可恶。对，红石有什么？小心在摸摸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摸摸。睡啦，我才在这边，马上解脱。狂物，狂物，狂物，让我挖个铁，让我挖个铁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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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脱了，解脱了，解脱了，解脱了。你赶快挖，你赶快有召唤师啊！解脱了，解脱了，解脱了。他等下就拿效率四去挖。哎，害怕！有人饿死。人家有很多绿宝石，其实可以用那个发光。要几个？那要几个？三十个。够够，等我一下，我买一把弓。奶丝，你棒棒。要不就是听。我把它踩掉。发光不会无聊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这边还有一个，你要不要踩？哪里？哦，天点兵。这个这里我这边怎么样？这个飞哥，这个太远了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啊，我一起踩掉了，我一起踩掉了。一起收陷阱哦！哈哈哈哈哈！把它踩完，陷阱就不会死。把一起踩掉就好了。掉一下而已。医院后面有人了，这样没有人。哎呦，李林！他们全部回手，他们全部回手了。而李林全部回手，你看，李林全部都过去了。有没有一个聚集？楼上六个。哎呦，卢米没穿鞋。对，我刚才附魔。哦，穿上啊！附魔还不穿鞋，快穿起来！巧克力，刺激我兵的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我强力稳。巧克力，我要回去做一个盾。想说这一把强势有无限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强力 OK。做好一。耗费剑士啊！我马儿嘞，马儿过来，马儿祭司，马儿祭司。小雨，你手上的弓是强几啊？我没发光、啊，强势，有发啊，发光。好哦，才正要出门。华杰克有发光。哎、欸，干嘛？不要给我，我不要打架，真没打架。我操！简单来说，强势无限，有谁要跟杨洋拿？对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请跟杨洋领取。二零，嗯，这个。什么又什么又什么了？你们发光哦，很低哦，一牛，要骑马了。刚刚我来是二零吗？不能骑马。羊羊牛，那把的弓在哪？中间有人在砍地牛。好晕，好晕啊！在水里面就不会等。哦，在水里面就不会。加油，加油！赶快把龙王砍死！加油！他砍一砍退了，因为我在射他。哦，我可以骑马了，耶！有，原来你还骑马？因为哎呦，反正我不能骑马，会一直掉下啊。马儿也会晕。我来啦！弓箭手啊，太多了吧？我走了。哇！有人需要促进器吗？我来了，我走了。促进器来了，哎，你要不要促进器啊？啊，我不用啊。你的马都可以更快。你的马可以一直射死一个，射死一个，哎，可以去捡装，可以去捡装。你可以马强化一直回血呢、欸。对啊，他强化就可以重复再回血。好像可以，好像听起来不错哦。哎、欸，我只是来捡东西的、啊。叠高哎、欸。哦，对，我看到了，有可能要空脚，再别空脚。好疼，再别空脚。我去当他的，不是啊，我作用值这么高啊。
因为你刚刚有被用一次，你有被弄。不要射我！不要射我！不要射我！有听一档，听一档。哎呦！我要吃草，吃草。我要吃草。那个青石洞哦。破坏破坏这些建筑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乱叠。嗯。哎呦！让他给你猜啊，小朋友才用猜的。哎呦，输了！错啊！只要让他长得不像就好了。对。哦，这个人叠空球，你可不可以叠直的？你这样子是，哦，歪歪斜斜，就是歪歪斜斜啊！没方块，没方块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怎么了？元气上来了，元气上来了，接力！我把这边拿回来，我把这边拿回来。哎呦，难度好高哦！我想说我怎么那么准，原来都要射到队友，都起。对啥？叮叮叮！走路。他的也好烧，破坏楼梯，耶！好，这把剑在，他的也是烧的，耶！都烧起来，烧起来，不行了，不能打架了，不行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别走太远，吃回来了，吃回来了，哦哦哦，嘿，哎。哈基，我因为这个任务的时候，我的效果被启动了。哦哦哦，那很厉害啊！哦，不厉害啊，然后附近没人了。哎，我家里那个塔有人在上正上方。哎，对，我没有在守了，没在守了。哦，回家。我们现在大力进攻。嗯，哦，有人上去守，那我就去进攻喽。不行，我是召唤师，不行。哦，来了。回家。他想干什么？嗯，破坏、啊。为什么？这个是怎样？怎么样？有人在冲吗？有人在冲吗？我需要先破坏，我才有办法有攻击力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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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快好，我快好，我快好了。你在累积那个蓄力，怒气值。你有没有看到绝世神装？你又神装，你又怎样了，杰克？没有，就绝世神装，你抢的装备啊！哇哦！我想说，怎么会有这东西呢？太屌了吧！哎，我千辛万苦弄出来的，看来要消失，要消失了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是不是要消失啊？看起来是要不见了，看来要不见，盯着你，听到消失的声音，好可怕。哎、欸，他们有三叉戟！三级警报！赶快把藏起来！三级警报！杰克在哪里？没有，你在我那里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！交出来！哎、欸，我不用盾牌，够了，够了，挖起来了！哎，可是一定在你身上，不在我身上，那在谁身上？在一个漂亮的位置。家里有人很漂亮啊！哇，他们都直接飞上去，我都没办法。他有三叉戟，为什么会有三叉戟抽到？抽奖抽到，一般的，一般的。呼，你调皮哦！调皮，你知道弄那个都超久的，我还先把一般的皮革都洗掉，然后再去染色。哎，他们怎么盖一个那么高的地方？现在才看到。哎呦哎呦，刚盖一阵子了。可能因为注意力都在自家人身上。他们血也不多了，要购买吗？不会加码，
加码，对，加码，对。哇！哎，加码！啊！哇！六六六！这居然还有礼包呢！我踩在后面，房子后面，我踩到了，可恶！到了，去买吃的。哎，怎么又踩到了？很痛，很痛！天啊，死一次就变好穷哦！死一次东西喷太多，动作又不这样。哦哦哦哦！这边好多人，完了！啊，我看到我还踩，我的天啊！哎，叫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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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！啊，反进后面，反进后面！你们还有还有还有！来了来了啊！为什么射我马？为什么射我马？你为什么射我马？你为什么射我马？射歪了，射歪了！后面还有一个，后面还有一个。啊！我又踩到了，我又毒了。哇！他们这里超多毒。对面很会放哦。红色变鸡眼。哎呦！好啊。你家里面有一个跑过去了，有人跑过去。那我去买，我去买了、哦，我去他们家买。啊，中毒了！中毒了！他们家是超多毒的。小哥有人进去啊？太多龙虾了吧？每个过去都中毒。他们大洋游侠哦！大洋游侠，他进去了，他进去了。他要开哪？进哪？楼上，他挖不到，他跌倒。地震了，他跌倒了。我在地震，你把地流翻之后，整个哇，超晃啊！来的啊，不晃了，没了。排名哦，是。原来绝世神装还在，哇！我以为被拆了，我的天哪！我那个全喷翻的，不理你。我身上的东西刚刚是满的，现在剩下四个东西而已。哇！我的天啊！那个游侠的东西会藏在雪里面呢、欸。对啊，雪里看不到，你又踩到了。就原本黑黑的会，因为我刚放，然后它就被方块会那个、啊，它就好猛啊！哎、欸，因为雪会叠比较高啊。哎、欸，我需要。核心在哪里？有没有铁矿啊？我们家，我们去挖，我们去挖，我们去挖。我们家。我完全没有武器，我的天！你就死一次就很穷啊！我们家啊，两个人，家里有两个人，家里有两个人。我去。来了，我。我在挖。我没有金镐，很慢。哎，我是打哈欠。自己人啊，自己人，为什么打我？哦，他看不出来了，太可恶了。我慢的挖。被挖出来了啦！上面一只。我打下来了。打出去了，没摔死，然后他死了。只有两滴，只有两滴，三人。烧起来，烧！你后面一只，一只。我最终阶段，他凋零死，他凋零死。最后阶段，凋零死，败啦，败啦！GG。哦，我好会吃啊，你好会吃，你好会吃。哇，一个杀了不？这场骑马真的是还蛮好玩的，骑马杀超多。嗯，我应该都是杀队友，都不错。啊，魏王，我的装武还在，陨月28分装。那边有整套装武了，在火魔台那边，蓝色的，整套装武。我也清掉了，我觉得很可疑。什么东西？可以，我还没看到，我刚才在喝水，再来一次。每次都没了，没有了，我的妆都没了。不需要，这样大家才认得你。Happy birthday！ 没看，你像是节日的时候会玩那个爆炸吗？好想看哦，好想爆炸哦，什么爆炸？爆炸哦，满天梯，什么东西？什么爆炸？天，
可是我觉得这地图好好保存的、欸，要保护的、欸。哦，这样子。太难过了吧？哦，好棒！哦，好棒！哎呦！哦，供起来升！哦，供起来，供起来！哦，其实这是 copy 品啊！哦啊！哇，怎么被埋住了？我被什么埋住？这样够大吗？这样够大吗？哇！爆炸了！爆炸了！够够够够够！哎呀！哇！大家爆炸还没有话题，一点五啊！哦，电脑可以吗？哇！哇！一点一五还没有滑，哇！一点一五哎，啊完了！一点一五有优化，有优化。有人被炸断线了！哎呦！有人被炸断线！哎呦！看到没？要挂的，我看他还在爆，我看他还在爆。哎呦！好像蛋糕被吃掉的感觉。还有，慢慢的延迟，有延迟，有延迟。有开心，有开心，有开心，开心有开心有，还在这，还在这。哎，我靠，直接买一颗 TNT 耶！快炸完了，快炸完了！啊，没有雕像还保留的好好，大刀。哎，我没有看到雕像，雕像到底是哪？到底雕像？没有雕像了啦，在哪里啊？有点大，好不好？啊，哪里啊？看一下，都没了，全部都炸掉了。啊！看雪宝，雪宝就够可爱了。休息休息了，休息啦！啊，没了，怎么还在？也吃爆炸，看来是坏了，看来这个是又是坏了，还很多。有看到大家在顺啊顺的，完了，哎呦，是啊，只剩雪宝啦。哦不，雪宝，哦呐，啊，真的，想离开这边去结尾呀、啊，不能断线了哎、欸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还有一些些，好啦，今晚的这是什么？哦，歼灭二。好啦，今晚的歼灭二就到这里啦，感谢今晚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忘记播广告哦，从 FB 换来这边真要习惯播广告，等下应该没开台了吧，因为我现在手还是好酸哦，两天都在练手臂，哎，手其实刚刚超酸的。好啦，各位晚安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早点睡啊，明天再来看他。明天又是随便玩，可能也会画画啦，等一下不一定，那明天再来看吧，来拜拜喽。